可能接下来又会出几首新歌。等他出完新歌之后，然后我跟阿拽，我跟你们的拽哥，然后跟他准备想搞一首非常好，搞一首精品，我们准备好好策划一下做一首。哎，常小姐就走了，常小姐走了吗？常小姐就走了。他一个普通话肯定比我们好啊，他肯定比我们好，我们的普通话都是椒盐普通话，他一个别人专门唱歌的肯定比我们普通话好。你没看见我跟他合作的那个歌，我都唱的日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嫌弃我普通话不标准。流行男孩，我觉得泰哥长得特别像吴亦凡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，他讲话更像，他唱歌那个音色也像。连我，好吧，常小姐睡着了就不跟他皮酸酸了。我随便播一会儿，我也去睡觉去了，我随便播一下，意思一下，跟大家聊聊天，意思一下，我也去睡觉去了，因为明天要演出嘛，我不能浮肿，我一晚睡，我那脸就抛起来，全部抛起来，抛起来就很烦。嗯我们最近下个月我们跟泰哥出去玩那个密室逃脱，十多个小时的啊，不，一整天都关在里面那种密室逃脱，我还从来没玩过，我要去体验一下。你们喜欢玩那个密室逃脱吗？我们下个月初就会集体全部出去玩那个密室逃脱，我们准备把票买了，然后下个月就出去玩那个密室逃脱。感谢 Fanny 举的粉丝灯牌，一个摇摆之上就把你搞定，那你太经不起诱惑了。我觉得。别吓傻，我觉得我还好吧。我之前去玩过一个那个简单版的，跟蒜头、阿星、拽哥、惠子，就我们队那几个人出去玩。你知道被吓得最惨的是谁不？吓得最惨的是阿星，他被那个鬼抓住之后，那个鬼在摸他嘛，他直接在外面惨叫，啊！他是这样子叫的，我靠。费脑子吗？我们上次玩过一个简单版的，是那个打那个丧尸的，哇，里面那些鬼太凶残了，他们拿的那个电锯巨真实，而且有一个我捡了一个防爆盾，我这样拿着那个防爆盾之后，我拿着那个防爆盾之后，他一直打我，一直打那个防爆盾，打到我手都震麻了，从头打到尾，一直打我，早知道我就不捡了，你不捡那个防爆盾，他反而不会打你。我捡了个防爆盾，他一直打我。可以啊，在成都的我们可以一起去玩，我们组队一起去玩嘛。帮你报仇了，我后面。后面惠子直接把那个鬼锁在地上，他给哎兄弟你别那么卖力，别那么卖力，意思下就行了，意思下就行了。可以的，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，组个队一起，我人多玩的蛮有意思。感谢李丽举的粉丝盾牌。我玩那个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吓人。欢迎戏子加入直播间。一个服装，然后给你戴上那个脚链，就那个脚链是很真实的那种巨重，然后给你拴在身上，然后拖着进去，然后他要让你马上把那个脚链打开，不然那个丧尸就要冲过来了。我那一刻我全部人都慌了，然后一直在弄，我绝了。里面的鬼也挺敬业的，他下手很重，但是他又不会伤到你。惠子那是耍赖，他耍赖惠子。
老铁是被阿星是被吓得最惨的一个，我直接听到他惨叫我。然后拽哥是第一个被抓的，抓在那个一个人关在那个小黑屋，拿那个手铐铐在那里面，然后我们去救他。吓人还是蛮吓人的，我们跟那个泰哥，我们下月初去跟泰哥玩那个应该会更吓人，他那个是直接封闭20多个小时23个小时就一直在里面，我觉得那个可能有点真的有点吓人。你们是不是高斯的里面？那种有点吓人，你想23个小时一天一夜都在里面，我那个是真的吓人。你拉了哪个群的吧，应该是吧。我们已经拉好群，然后把最近的事情排开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去玩。惠子他是拿那个鬼没办法了，他跑不掉，他只能把别人又怕，他就只能把别人绑住。还没刷什么？要去在里面待，我走票是吧？这是一个啥主题啊？啥主题都有啊，有空姐啊，有学姐。有那种里面一般有那种有什么丧尸啊，还有那种灵异事件的那种，反正玩的也挺多的。但人要多去玩好玩，人少的话不好玩，人多玩好玩。特别是那种人多，然后他要让你做那种单人任务，就你一个人单出去，然后需要干嘛干嘛，哇、哦，那个时候太吓人了。胆子最小，我觉得我胆子也蛮小的，我胆子蛮小的。哦，蒜头最小，蒜头是各种场合都是缩在最后，他从来不主动出去探路啊什么，全是缩在最后。因为他跑不动嘛，他那个脚又跑不动，他只能缩在最后。那鬼过来他跑又跑不掉，就只能缩在最后面。你狗子，江都把我黑化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当时为什么要把那个鬼锁喉锁在地上，因为当时那两个僵尸他围着那个笼子一直在追我们，然后我们要去拿僵尸手上的东西，然后拿那个钥匙拿那个遥控器才能打开电视找线索，然后我就只有把那个他不给，我只有把那个僵尸锁在地上，然后叫他们去抢。那锅子东西搬了半天，搬得不得紧。我马上就睡了，我播完我就去睡了。我看一下几点钟啊？12点，我播到12点半吧，12点半我就睡觉去了。我这个整理好爽，我觉得整理好爽。哎呀，我这个指甲掉了。还是蛮好玩的，就是人多大家一块去玩的话蛮好玩的，而且你还能看到，就是玩通关之后你还能看那个监控，那个时候才是最搞笑的，就各种人的蠢态都出来了，我跟你讲。我喜欢在那用手机那边。豆哥真好看，你喜欢就好，有的人就吃就比较喜欢我这种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我们团队什么样的都有。什么样的都有，总有一款你喜欢的。玩泥巴的手指甲我抠掉了，抠掉一块，其他的也快掉了。我最近都有点那个啥，我最近跟别人就吃饭的时候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把手拿出去，都以为我在玩泥巴。有没有奖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上次玩的没有。我们上次玩出来之后，他们请我们喝水，然后那些鬼满头大汗，我觉得那些鬼还是蛮敬业的，满头大汗。叫我锁喉的脖子出来，话都不说。那个被惠子锁在地上那个鬼出来都自闭了，都无语了，都已经。按理说是不能这样做的，我们惠子直接把别人锁在地上，锁了半天。惠子洗澡去了，你要看看裸照吗？
惠子他那是就是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嘛，就是我们躲在那个笼子里面，笼子外面那两个鬼就一直在里绕我，一直在里绕我，然后我们又出不去，然后 又要去拿他手上的东西，然后惠子就没办法了，我们一直憋在，惠子就出去 把别人锁在地上，锁在地上，然后把东西拿到我们跑噻，跑跑，然后老铁没有进来到，老铁没有提前进门，我们把他锁在外面，他一个人在外面被两个鬼按在地上，按在地上惨叫，在里啊，他是这样子叫的，我们听见全部笑笑惨。出来之后，那个鬼都无语了，话都不想说了，被他一直锁在地上。我那次玩就是我拿了一个防爆盾嘛，很大一个防爆盾，然后那些鬼就专门打我，全部打我，而且全是拿那个超大的力气在打，就一直在打我那个防爆盾，手都给我震麻了，我去，他们而且每次有鬼过来，他们全部把我推到前面去，然后我就拿那个盾牌挡，那个鬼就一直打，打得我那个好痛。请问蔡徐坤吗？阿星他是被那个被那两个鬼侵犯原住体，那两个鬼在身上到处摸，就是被惠子锁了喉嘛，然后把那个怨气发泄在那个阿星身上，直接把他给摸叫起来了。哎呀，感冒还没好完，好烦。可以教你打篮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教你们打球，我有空就出一点教程，你们就跟着教程练就可以了，练就完了，没什么特别多的技巧，你跟他的跟球的时间待得越长，你就越能操控他，就很简单，就是花时间就能做的事，只要你足够热爱篮球，足够热爱花式篮球，足够喜欢这样玩，你肯定能玩得出来的。再看一下我的教程就更简单了。帅帅你就关注一波，觉得帅你就关注一波，好不好老铁？哎，我这个头发好像又要掉色了，又开始掉色了，你看这里都变颜色了，我每天起来要夹这个头发，拿那个卷发棒卷，就特别伤，我感觉我以后我不卷了，我就拿那个发泥抓一下好了，反正我上次去玩就全程被鬼打，一直被他打，因为我拿了个防爆盾嘛，他就专门打，就是恐吓你，然后你又伤不到你，他就使劲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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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现我最近。我感觉我跳舞进步的蛮多的，我球没怎么进步，因为最近一直在跳舞，一直在练习跳舞，感觉跳舞进步蛮多的，玩球反而没怎么练，所以说为什么我要一定要拍我玩球的视频，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强迫自己练球的一种方法。强迫自己练球的方法，因为我的招就那么多，我拍完了之后就又得想新招，就强迫自己练新招出来。没有，你进去之前，他会工作人员会把你的衣服换下来，换成他们的衣服。我们当时穿的是一身那个囚犯的衣服，然后上面还写了一个死字。火红的夏日狼火了吗？没火啊，几百个赞，400个赞，没有火，那个完全是你们我的粉丝给我面子，然后帮我点的赞，完全没有被推荐，只有那个
那个屁股做球的那个视频火了，火了也是小火，几千个赞，也是小火。哎呀，我怎么又饿了？我感觉我又饿了。等一下，我找点东西吃，我又饿了。我找一下有没有东西吃。哎，船头，那个鸡腿是你点的吗？昨天的呀，啊，昨天都还摆到这儿。哎，我找了个鸡腿，但是吃不了了。但是我肚子，啊？可以吃啊？昨天的嘛？你确定哦？你确定啊？我这儿找了。我要是拉肚子，后面咽不到出哦。好嘛，惠子说可以吃。如果我吃完拉肚子了，明天演出就凉凉。但没办法，太饿了，我必须把它吃掉才行。没什么气味啊，我应该不会拉肚子吧。应该不会拉肚子，如果我吃掉然后明天拉肚子，那就完蛋，明天演出就完蛋。惠子说他都吃的嘛，没事，反正要拉一起拉。太饿了，没办法，太饿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感觉我还要点个外卖才行。哎呦，油到他啃了。没有，很少有人主动跟我匹配。Hello，Hello 哥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看不见你啊。对，我黑屏，我黑屏。哎，你黑屏，你怎么跟我不跟怎么跟我玩啊？就是跟你聊会儿。你是随机连的我吗？不是，我关注你好久了。哦，你是我的粉丝。对。哦，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连我呢？拽哥他们就喜欢打。一般能说得出球星这种事的人的话，应该都是比较懂的。就你看我动作，你知道球星好的话，一般都是比较会打球的。对，花式篮球的话主要就是培养球性，而且他的球性不只是你的手的球性，你打球的话可能就是主要是手的球性，花式篮球是全身，就所有地方，花式篮球是所有地方，就包括你的身，你的手臂，你的背，所有地方能跟球接触的地方都必须得培养，都必须得练。
像竞技篮球可能主要就是运球，然后投篮，然后过人、晃人的节奏这种把控好这些东西，运球、基本功啊这些。但花式篮球的话就是全身的，就是全身。而且我的话运球的动作比较少，其实有很多其他球手，有的人专门练运球的，他们那个球感哇真的，你真的难以想象。就我的关注里面有一个 TJ，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，哇他那个运球的控球能力太强了，真的。嗯，我问一下哥，你哪边人啊？我是成都人，成都的。成都的。嗯。那太饿了，我点个外卖才行。好的，你们要早点睡觉，要睡的小伙伴早点睡，我也要下。我现在看不了时间，现在几点钟啊？饿到几天没吃饭，对啊，太。还好点的。你电话。你还要吃吗？你卡了哥，你卡了。啊？你卡了。卡了吗？卡了。卡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随机连的我吗？是的。哦，好吧，我要下播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可以。哪里来的饺子啊？我买的，你有钱了哦，今天不干，我给拿出来。哎呦，算了，我点个外卖算了。哎，我还是点个外卖算了。算了，我还是点个外卖算了。哎，我觉得我，哎 ，Fanny， 你帮我报一下时，多少几点钟了？12:25，5分钟，那我再播一会儿，不就点外卖吃，我太饿了。哪里来的饺子？惠子买的，他放在冰箱里面，但是我又不想吃饺子，我想吃点饭，我就下播点个外卖，吃个饭，然后就睡觉了。好，我去连个小姐姐啊，连个小姐姐我就下播了，看运气好不好。没有，我随机连个人我就下播了，太饿了，我拽哥在房间里面。Hello， 你好你好。Gander。Gander， 这个不读干了，这个不读干了。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四川的噻。哦，四川的，我重庆的。我看你的名字。我看你的名字，我看你的枪，你的枪哪个穿的？这个你四川的，你肯定认到这个字了。你咋会说江呢？江门江啊。江啊，江豆啊。啊，江豆，江豆，我有点飘的，我吃了蒜。我们咋个惩罚呀？
我们你可以接受啥子吗？我都可以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考了考了考了，我这不该考的，没事人哥，我先过了先过了，不好意思。好好好，这个娃他想跟我，他想惩罚，这么绝吗？不得行，我要连个小姐姐。哎呦算了，我下播算了，我好饿。哎，要不我去关注几个小姐姐吧，每次我就直接可以好友里面去连，随机的太吓人了，一会儿连到。好吧好吧，那我就不连了，我就直接下班吃，12:30。就那就拜拜了，各位拜拜了。拜拜拜拜，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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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